现在欧洲人，包括政府，对疫情这个事情高度重视，所以想请示师父，针对这个情况，有没有特别的开示？跟政府合作，怎么样拯救这个灾难？人数多的这个聚会有取消，一句佛号不间断，求见净土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实际上，很多传给我们的信息，内容都是劝我们求见净土。这些信息没有人说话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是不是都是戒烟到极乐世界？要发现他们确实是戒烟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把往生极乐世界摆在第一，其他的念头，这就对了，这样就是合作了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。果然有两三个往生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阿弥陀佛在戒人，戒烟往生的人。我们大家很冷静，盼着他在这念佛，观察佛菩萨是怎么方式戒烟。前面几次戒烟的从回忆当中找出来，把它连在一起念佛求往生，念佛不妨碍念佛，我们念佛，他也念佛，大家都念佛，念佛没有障碍，要认真。世间有灾难，不能念时，一定要准备往生，也不必给人说多话，人家来跟你说话，说话不如念佛。这个意思是说明时间太急了，都来不及了，直接走第一法门，第一法门就是往生。昨天我们在这里看了一段，刘树清给我们做个样子，我们不断重复，一遍一遍唱。我们学习养足了精神，醒过来就念佛，累了就先你念，有精神的出神念，把念佛唯一得度传出去，放下恶念，这个重要，它是往生的障碍，什么冤亲债他能放下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是阿弥陀佛，你也是阿弥陀佛，他也是阿弥陀佛，大家一起同生极乐，